动之王还有吗？贪吃猫。来吧，撕心碎裂的人，凭一声叹息，山河都沧桑，总有你的片片光。师傅。谢谢师傅的礼物。别贪嘴，甜食对康复不利。师傅，我都已经好了，我还能再吃五串。你也尝尝，可甜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甜？我是想说我要去趟天山，可是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我也不能独自让你留在紫竹峰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又要独自一个人在家看家了？我就是想问你，与我同去天山可好？当然好了。可是上一次我在洛河的时候就已经让师傅丢脸了，这次会不会又……上次是因为我不在你身边，可是这次不同，我们只是去商议而已，你无需与人交手。天山雪景甚美，你就当散心游玩。哦，卓仙子也会去，让她好好瞧瞧你的伤。师傅，我这个吃完还有吗？贪吃猫。收到消息了，他们正在前往天山派。天山派，天池，难道？魔尊，若此事真成，便是我魔族之大幸。隐心魔，这次的行动由你来安排。属下该做些什么？行动时他自会协助你，到时候你自然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属下明白，只是他的身份究竟是谁，可不可信？他是我们魔族最忠诚的属下，和他比起来，你们的辈分可要差远了。